接下来请黄队出战。谁来啊？谁来？谁来？你，哦，来来来，行，来吧，来念。这把可能有芥末感觉啊，臭豆腐啥的。先闻一下。黄队第一次挑战。 我慢一点，我都怕它奔着牙。好，很多籽儿，红色的一种水果。很多籽儿啊。对，然后你吃了这东西吧，然后你要吐这些籽儿，很多籽儿。红色的，很多籽儿。吃什么不吐什么吐？葡萄。不是，红色的。红色。红色。对。石榴。对。 往下，往下，往下，往下。哎呦，这个好啊！这个好吃。这边，对对对，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咬一口。多吃点好吃的。哎呦，咽了要吐出来也不好。这种苦菜，蔬菜，然后去火，啊，苦瓜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默契，蔬菜去火。苦瓜。王总，王总，王总，舔一下，别嚼了，特别辣。啊，杨宗纬老师，杨宗纬老师。 杨总，等一下，说了一个字，杨宗纬。啊，这个不算吧？不是一个杨。说了一个字，不是一个杨。不算也可以，我们先往下继续。啊！咬一口，咬一口，咬一口。啊！呀！调料。 四川火锅，香油配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它是北京人。葱花。然后那葱花还有什么调料？大蒜。哎。啊。慢慢，王总。嗯。啊，这怎么形容？红的，里面很多籽儿。是什么不吐什么皮？又来一遍。红色的水果，然后它的里面。火龙果。对。哇。 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每次这边都是调料。我知道了，你说呀，老师。年轻的反义词，老，湿的反义词，老干妈。对，不对，不对，那是个品牌，应该不对。老干妈辣椒酱。对对对对对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哦，辣干爹，那什么东西啊？还没吃出来。 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这个pass。快快快快快，赶紧快快快！来，我感觉他俩这个好像。啊，就啥呀？说呀。牛什么？排。牛什么？牛什么？牛。液体。牛奶。变得干的了。奶湿。奶湿。奶湿反应。袋装的，小孩喝的。奶粉。往前往。嗯。 吃面包的时候涂的一种东西，草莓酱。对，我现在嘴里味儿太多。与其和大勋一共答对了7题，在接下来的三轮挑战当中，除了常规的食物之外，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物品题。哦，物品是指，就比如说手机呀、什么玩具啊什么。那谁能吃出玩具来啊？不是，真有米诺地尔。 蓝队第二次挑战，什么东西？咬它，使劲咬，使劲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就是一个家禽，但是它是一个玩具。不是，让它发一个声音，再咬它，给它个声。这，下面，下面，对。 尖叫鸡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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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在这儿。绿色的很脆，然后有，没错，没错，继续，继续，有一点点腥味，绿色的脆脆的黄瓜，黄瓜会腥吗？一般里面可以包米饭，抹茶，抹茶，包米饭，海苔，嗯。 二，三个字，很甜，小孩子特别爱吃的，然后很大一坨，棒棒糖，不是，棉花糖，对对对。
这你得好好吃，这个得好好尝一尝，这个真得尝一尝。哎呦，一般洗碗的时候会带的，洗碗为了保护手，然后不让手跟着。手说了，好难啊！哎呦！这个肯定能猜出来。你用脸碰一下，啊，站上去会很疼。指压板。哎，下一轮你来吧。前啥玩意儿？这都是。往前点。啊啊啊啊！在川渝地带吃的比较多了一个佐料，花椒。慢点！哎呦呀！闻闻的，哎呦，就闻味儿就行了，这能闻出来。啊，三个字，然后吃，在北京吃涮锅会放那个调料，芝麻酱。计算机，这真太过分了，在这儿。我们重两个字，我们重庆。他得这么说。我们重庆一个特色小吃，然后在磁器口是吗？磁器口太具体了吧。我晓得。两个字，然后麻球，拧成麻花，对。先把钱。你觉得今天这个画面你播出去，你想不想把袋子买回来？这是什么？一般汉堡里面白的那个。白的那个，芝麻酱啊，去。汉堡里面白的。汉堡里面白的。沙拉酱。哦。周深和邓恩熙，刚刚你们一共猜出了八题。看你俩了，现在什么东西啊？不是你俩了？他厉害，谁厉害？这回我帮帮你俩。上菜。什么呀？啊，这过分了啊！这过分吗？这不过分啊！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上哪喝出来的？这什么呀？把他们拿舌头舔呀！我还得喝一口啊！你们把这打开，你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回来了，哎，我今天喝的最多的这个东西，康师傅茉莉绿茶。他们有说吗？是无糖的还是低糖？看哨，你戴过吗？嗯，体育老师脖子上戴了。是口哨。对。下，大大下，哎别，先直直往下。问问谁啊？好吃，嗯，钻的，柠檬，耶，下，嗯，圆的，小的，跟鸡那个很像，它是什么什么那个？鸡后面的字是啥？鸡蛋啊。对，什么什么那个？蛋在第几个字？第三个字。水煮蛋。三个字。鹌鹑蛋。对 ，yes。我错。又，咱们这是舌头先行啊。哎，等会儿就是他。啊，就是装所有吃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就这个物品本身。盘子。耶。太苛刻了那个，我拿去。啊啊，嗯，可以说名儿吧？那个商标名，王中王。火腿肠。对对对，你会不会有点过分啊？哇！那是什么？黑的。哎，什么豆腐？臭豆腐。有一首歌叫做那个什么姜啊？吉林的，那个锦的反义词，松，然后那个松花蛋，哎，哇，这你都猜得出来？东北人叫松花蛋，松花蛋他都知道。这个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不太好，但是不紧张，你不要吃别人的这个豆腐，你不要吃别人的。
你不要吃。你不要吃别人的，这个都说出来了。你不要吃别人的。你们脑洞有点太大了，储备量有点太高，反应的也快，动。它就不能作为一个食物存在在你心中吗？我天哪！请准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挺晕的，这样。四、五。哎呦！哇，绝了！哎呀！是不是跟小兔崽似的？就不能往地上躺，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。对，跑得好快呀、挺吓人的，我的妈！哎，你们是可以说话的，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。就是哪里有声音，然后就去，哎，就来了。
好适合演这个。太可怕！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。抓到了，完了！谁？我陈哥摸到了200斤的黑手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俩结盟了，不会吧？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？不是黑牛。他们在哪儿啊？对暗号了啊！自己踩到了。周深，还有一个你的盟友。周深，请握手，请握手。不要，不要。你这，周深，你好像还蛮精神病。你可以失态，但是不要变态，好吗？这一局周深得10分。我都已经成这样了，哥。你毁掉还能过吗？能。接下来轮到女生组。哇，太吓人了！加油！我太害怕。看你们注意安全啊，尤其你美丽姐要来了，咱们就该给就给。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平和一点吗？美丽姐你在哪儿一定要吱一声。好的，我直接送给你。真的，谁敢跟美丽拼？一十字固，然后静悄悄的给你撕掉。请准备。伟丽姐，我真的有点害怕，我太害怕了，我想离她远点。大象鼻子转五圈，开始。怎么是大象鼻子？3、4、5。我怎么这么统一？怎么全都贵妃醉酒了呢？突然，
怎么不下手啊？哎呀妈！吓死我了！嘴呀嘴呀！你是哪一位？我。你是谁？来威力去！到了，到了。这是啥？小心后面！你看，差点把你给弄了！吓死了！谁谁？哇哟啊！黄奕啊，黄奕，黄奕你好！啊，这就上手了！伟丽姐，又是伟丽姐，又是伟丽姐！哎呀，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不好意思撕啊！伟丽，伟丽，你放过依依吧！妹妹啊，我放过你不？要不你撕了我吧，姐姐。哎哦哎！哎哦啊！Choke with that hand.白鹿，你撕错了，让你偷袭的是伟力。哎，你们现在过去偷袭，现在过去偷袭。偷袭谁呀？偷袭伟力。偷袭伟力。伟力在哪里、啊？在你正前方。正前方。前方快去快去，他们地面缠斗。黄奕 out。啊？我的天哪！没事，你以后的名号是跟伟力纠缠了一分钟。伟力姐，你往前摸吧。你要小心。哎，谁？伟力姐，又是伟力姐，又是伟力姐，又是我。伟力姐，我都。伟力姐，我好像摸着你两个。伟力姐。摸不到他后头。哇塞，伟力姐，我来了，伟力姐！伟力姐，你来，你来，你还敢来，伟力姐小？别怕呀，伟力姐，我来了，伟力姐！反应快了，刚好最后。你一碰他，他马上消失。我不是人吗？不是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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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拎起来，拎起来。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，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。依依，依依，你伸个手，但凡愿意往前伸个手。依依，伸手，咱得有点跑男的意义。哦，再来一趟跑男，起码展示一下吧。妹妹，妹妹姐姐，跑不掉，发力了。自己伸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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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吧 ，baby 姐，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关键时刻，往前，发现没有，白鹿等你走以后，白鹿你以后叫白美丽。白美丽，往哪儿走？正前方。正前方，起步走，向右转，向右转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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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碰，哎，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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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身体。行了，安美丽和白美丽，你俩撕吧。来了，白美丽，突然叫出了尖叫鸡的声音，UFC 的感觉。白美丽，来吧，不用谦让，就一下了。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摔跤了。哦哦哦！进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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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攻！不要拖。进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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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拖！进攻！哇！啊！哇！进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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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拖！那最终排名第一的是。白鹿周深组，哇，太棒了！然后，所以在接下来寻找有缘人的环节中，可以额外获得一张票。我都没有想到，真正的白鹿会赢在撕名牌这一局。这打对方的脑袋，对，黑的时候咱们是有夜视的，能看到。对，嗯，有多黑呀？怎么拍的？是，哎呀，咋看不见？啊，确实挺黑啊。这么黑啊，这么刺激，对，就拿那个打是吧？就拿这个打，
每一次对决由两个队伍进行比拼，同队的两个成员都被打到头淘汰之后，就留在场上的那个队伍就胜出了。但是如果你打到队友，队友也会淘汰。是在黑暗里打、在黑暗里打，那不很容易打到队友？那我们请蓝队和棕队，程程来，程程来，行，谁来谁来，你们来，好。蓝队、棕队，请准备。我油门给了，出去，退回到起点。范丞动了，范丞动了，那腿一直动呢。丞相，你这个姿势怎么？蝎子摆尾是吧？完了。白鹿他就在你斜后方，一个大耳瓜，大嘴巴子，一个大巴掌就过去。Hello, it's me. Yeah, it's you. It's you. 打到了？为啥呢？我抽。没事，咱后面还有一个氧气女。还有一个。快给氧气！呀呵，好，抓住。哎呀妈！哎，我动了，我回去，我动了，没动，快打了！你别打我身上，先打那个玉小，抢不到啊，你根本看不见在哪儿。算了，这太灵活了。这个一点不灵活，快打他！弄他！啊！还没打着呢。发生了什么？医生！救命！打到了。卢玉晓啊！对不起。快把头伸起来。怎么转了一圈？这么能滚吗？被逮住了。发生了变化。怎么了？什么声音？疼，哥，疼！哎呀！我不玩了！完了！眼神，此刻的眼神，充满了杀气。没打着。白鹿被打到了头了，终于结束了这场。你看范丞的眼神。来个痛快的吧，哎，王金川，你好狼狈啊！不要怂啊！不要怂！哎呦！打着了！范丞丞胜出，那这一局就是蓝队胜出。他已经卸妆了。谁？妈呀，你这是？哎，你哪位呀？你是那个男团的成员吗？不，我氧化男孩。氧化了，太夸张。融化了，今天。我的天哪！
我第一次看这么爱流汗的人，真的。汉堡包。汉堡包。行，下次抬头有了。对，大象鼻子转五圈。哎呦！哎呀呀呀！哎呦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！呀！好晕。哎呦！呀呀呀！哎呦！哎呀呀呀！呀！哎呦喂！哎，我怎么出去了？没有，这凳子在哪儿啊？凳子在哪儿？使劲儿！没有，没有凳子了。啊！你是谁？啊！啊！是这方向对不对？小弟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这儿呢。过来，找我，过来。我在这儿。这儿呢，这儿哪儿走了？谁？救命啊！我后面这个人太离谱了。你没有凳子啊？没有凳子啊？走开！这谁？这谁呀？你好，你好。下一个站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哎，我听到声了。哎，这是谁？哎，我听到声了。哎，听听那边。啊，怎么会有人直接走？你是谁？他过来呢，快，快拿他椅子。这是谁？我俩一队的，我俩一队的，哦，一队的是。一队的，一队的。我没有，那搬他呀，搬走吧，我搬他，走吧。来了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还有椅子吗？有啊。没椅子了吧？已经是我最大面积了。别太累了。分怎么没抢着呢？总要给他们一点机会嘛，是吧？不让你了，不让你了。不让，刚刚谁拉拉着我？不让你了，不让你了，都不敢。我就把你推开。哎，这两个人你不敢？不敢什么？我谢谢你这么热，让我一累，让我一累。啊！谁呀、啊？这是？哇，这个厉害！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可以结束没有必要的纠缠。哎！哎！谁跟我是一队的？凯哥，凯哥，凯哥！哎！哦，这脚不行。你是大大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是周深。我要是原来在这旁边看是这样的。我现在觉得咱们先出来还挺好。沙哥在前面，在你正前面，正前面，正前面吗？换了换了，马上了，马上，没有人跟着。再往前，大家被踢走了。左边，快点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站住，快，哎，被踢走了，再往左，不对，回头，老沙，什么蒙我呢？回头，老沙，哎呀。不在他们那边，他们那边人手一个，你往左，听我的，往左走，快点，往左，往左，往前，谁不是？你是谁？你是。
还是脑袋，谁想坐在我头上？谁想坐我头上？大哥，哎，我在这儿呢，何爹，这儿这儿这儿，打斗鸡呢？你在那儿？来了来了。呀，我没有凳子，我坐上去了，我坐上去了。白鹿是高手，真的。刚才，白鹿一把搂走了四个亿。我刚抓的是谁脑袋？大的，张大的，大的，我不骗人，每次抓着了我都有一个欣喜，我感觉是凳子，怎么那么像呢？关键手感，它那个大小特别像，跟手感还有是吧？手感稍微软点，比真凳子软点。有一个人一直用屁股坐在我脸上，不是，然后后面有一个人骑在我身上。我都怀疑你们是睁着眼睛玩这游戏，我要死了！你是坐凳子不是坐我，你会不会玩游戏？你为什么要忽悠你自己队友呢？语言干扰。我们俩忽悠一下正常，好玩吗？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。嗯，哦，我在分析这个。我是谁？我是律师的李律师。其实你才是那个最坏的人。对，其实你就是 W 本人李律师。对，我能自己给自己打电话吗？你找你的助理帮你打电话呀。也是。好晕啊！准备。右边，右边，你俩自己人。好，碧晨，往右边，右拐，再直走，听到了，直走，就这里，就这里。好，往前面走，要走在羊皮筋那，右拐，好，直走，走，勇敢走，别怕，勇敢走，别怕，走，碧晨，走，回家，天津牌照，碧晨，快走，天津牌照是回家的路，快走，我还没走。谁？这谁？这谁？哪里？碧晨，快走！这谁？凳子在哪里？这台往前走。凯哥，现在你这方向往前走。凯哥，你的右前方。凯哥，右前方。对，左前，就是往前一点点。左边，前面，右边。凯哥，右边。右边。凯哥，右边。再往前，就你面前。何爹，哎，你去找凳子，我给你把这。对，这没凳子，没凳子吗？对，我队友呢？快给我说凳子在哪儿？你先回到他们那儿，啊，跨过他们。对，到了，快了，到了。这个叫做我不好，谁也别想好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漂亮。他又要开始抛凳子了，就凯哥有了。上去，你的右手拿着凳，左手啥都没拿。凯哥站起来，在你的左后方，往前，快往前，救他，这他没有坐下去，掐我大腿肉，我小腿肉，胖子，他叫我小腿肚子。现在很庆幸自己第一个出来了。哎呀妈，激太激烈！哎呦，好痛！你别拿头顶啊，改玩倒立了是不是？哎呦喂！哎呀！翻出了一个，还有自己的 balance。你的 pose 好好看哦。好准啊！非常准。走。勇敢一点，对，就这，对，直接不作吧。
走走，完了，你这再往前最后一步，走走走走，颠倒，哎，零分。好了，大勋摘下眼罩留在原地。有请下一位。他就留在这里啊？对。那我们没分了吗？对，你没有分。嗯，他带三个，你要干什么？怕粘到。确实有点喘不上气儿哈。你还没翻过去，已经憋死了吧？好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你注意点啊，别滚到我怀抱里来。这是算啥呀？抱歉，超时了，成绩不算。Oh no！ 你那鼻孔！天哪，你是谁啊？来，你往这边串串来，别挡着别人来。你以为我不想串一串吗？怎么的了？你就不行了？你就不行了？那就看到了一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就那个小强啊，被那个粘的那个在那努力的在那挣扎。你真粘上了！哎呦妈呀！对，你往这边来，对，就这么躺，这么趴着行。好了，来，深深，深深，请准备。周深呐，哎，你注意点儿，我腿还在跑道上。三、二、一。这已经基本上就再见了，我觉得这。行了。周深，哎呀，你还有自动巡航的功能呢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好的，你到达了，这是20分吧？这个是5秒倒计时，他也没到，完了，名牌被撕了，名牌完了，完了，周深out。露露，请准备。加油！来，三二一，出发！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！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！等一下！他还会绕道哎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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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人要过去。恭喜白鹿得到7分。哦耶，我的幸运数字 ，nice， good。好，下一位黄队。这个游戏，这整个游戏，我要这样的体态度过吗？哎，还挺尴尬，这么突然，没想到吧？好，下一位林一行准备。来吧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。这大长腿。好。哦欢迎你回家，欢迎你回家啊！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！你回来了，二哥！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！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！快加油！哇，完了！哇！啊！建议你就一直留在这里表演这个节目就好了。我刚才到那儿了吗？你是翻滚的陀螺、啊、你哪儿都去了反正。你是什么呀？他我跟你讲深藏不露，我告诉你，他会在你面前装一天。哎呀哎呀，好累啊，好累啊。然后最后小黄就、赢了就。来，大家请黄队来吧。这本来也不多呀，这边棉花。下一个你是不是？哎呦呀！行，你怕他跑了是怎么着的？我在你这儿棉花长腿了，还是成精了？准备好之后，鼓声停就开始。我的盆儿呢？啊！开始。哎哎哎哎 ，GoPro GoPro， 哎哎哎哎 ，GoPro GoPro。记录一下这个人有多么愚蠢。这俩搁在餐厅收拾盘子了。我就不信你们能把棉花吹到扔到河里去。哎，机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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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山上的，哎，这算吗？这能算吗？哎、至少有 A。哎，山上不算。请裁判来称一下重量。黄队的重量是8.047克，蓝队的重量是1.923。Yeah！
吧！炸！妈！我还没好，我棒子去哪儿？吹走了，吹走了，吹走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开始。听力是不是不太好？你说我你的听力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打打Oh my god.又是一点点。乾坤也是命大呀。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哈哈！哎，这边是观众，别打，这边观众，晨哥，哎，哎呀，我的天，哎呀！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浮管了吧，亚文？我现在特别理解你，我的婚后生活非常幸福。南亚榜排位赛第三站，龙潭虎穴，长桌上一共有十个箱子，每个箱子中有数量不等的弹珠，按照排名两两对决，在规定时间内抓到弹珠数量多的一方获胜，获胜方可获得高的排名。你要慢慢玩啦、啊，辛苦你们了、啊。好，先我给你换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请卧薪尝胆的第七名祖蓝。为我们试验一下，尝试一下，探个路。哎，兰兰，你欢迎欢迎。
热烈欢迎。你跟我说我是直接到最后，我跟我没关系。你这个游戏据说里面有很多那种软软的哦，那种不要哦。请裁判揭开第一个箱子。冷蓝感受一下。哇，没事，去吧蓝蓝，加油蓝蓝，快点。空气有点湿，你的手都能摸出湿来，我觉得也挺技术活的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我在上面已经感觉暖暖湿的，真的是湿的，真的是湿的，真的我摸到水，受不了，真的不行，这个真的不行，啊，我快崩溃了。我第七名，但是我胆量还是比你们大。啊啊啊啊！怎么了？水里面有一堆黏黏的蛇喽。啊！你可以看一下吗？啊啊！什么表情啊？表情啊！请裁判揭开黑布。哦，你看他们的表情，看他们的表情。哇哇，精彩！现在由第六名郑凯对抗第五名陈赫，先由郑凯进行游戏。计时开始。他有没有夹住你啊？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！什么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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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迷惨的。啊！什么呀，输呀！再碰我，再碰我！是个什么东西？大的还是小的？大，大，应该很大，应该很大，很大，应该很大。啊！哎呀，你这个！耶！这什么？海鲜。海鲜。啊！什么？拉一条上来看看。上来看看。哇！还有一分钟啊，还有一分钟啊，还一分钟啊！这个肯定很大，这个肯定很大。Hello， 你在家吗？啊！阿丹，等一下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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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我扯到他的毛了，扯到他的毛，豪猪吗？郑凯。获得了七个球，请到前面来。哎呀！哦！哦！一个，你不要搞了。
你走吧，走开，走开。谁可以弄到最后，真的厉害。请陈赫进行游戏。陈赫，我建议你，这个还好。我建议你从那边开始。我也是这么想，真的。好，现在计时开始。什么呀什么呀，不知道是啊。我跟你讲，人啊都有一种心理障碍，就你当你没有看到你未知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失去自己的判断，然后你就会想象它是各种各样的东西。你太残忍了，你太残忍。哇，玩这个吗？是的，玩得开心点呢。你看看你们的表情。电鳗，电鳗嘛，是不用的。哎呀，这是，它就在这儿吗？往下一点，对，往下一点，对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哎，到吧。哎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啊，好像是草。啊，好像是草。他把螺丝都扛上来了。来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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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哦哦哦！恭喜陈赫拿到了两个球，郑凯挑战第五名成功，成为第五名。哇，那个好恶啊！你应该试试那个。现在有请第四名李晨和第三名 Angelababy 进行排位赛。你们什么表情？啊啊啊！啊！奔跑吧兄弟！啊啊！什么东西？乖哦，乖哦，乖哦。哪儿啊？没有球哎！哇！啊！啊！天哪！你们在家里，大黑牛，你们在家都玩什么东西？哇塞，这个有点大是吧？哇哇！哎 ，baby 会不会没有触觉？假肢，但假肢没有触觉的。有哇，它的毛发，它的毛好多。没了，恭喜李晨获得13个弹珠 ，Angelababy 拿到了18个。哇！天哪！我都说了，我不要跟他比，他不怕。
涛哥来吧。孩子看着父亲的背影走上了前线。感受一下。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。他们都怕你啊。哦，水水是水。吃东西啊！No！ 不可能，你可以做到。他真厉害。不行，这个游戏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有没有碰不到的那种东西？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啊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还没碰到。你们不要发出那种声音啊！对不起，我眼泪口水全出来了。这个还好，真的还好。这个还好。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，再往下一点。不是球，是球。超哥，作为兄弟来讲，说实话，你吃这个会好一点。我看不下去了，那个太凶残了。这个还好一点，这个是温柔的。你不要骗我，真的真的，我很信任你们的啊。对，这还好了。乖哦，乖哦，这还好了。乖哦，乖哦。妈，这最好的呀，什么最好的，都这样，喊起来，他挺乖的，他在这几个里面算比较乖的。什么乖，他咬我，没有，他就亲热你而已啊。喊起来，从来没试过这么高啊，不行，受不了。你不要怕他就好了。我不再相信你们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们。就这个。加油，克服内心的恐惧。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看到刚刚所有的环节。加油。这怕什么了？就是摸就行了。走开！什么鬼？那放怕什么呢？大大一个球，大大两个球，大大一个，大大一个，大大两个球，大大两个球。断一下，断摸一下，再往下，摸一下，再往下。啊！啊！啊！有毛！有毛！有毛啊！这个
其实挺可怕的，这个我摸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那个的。你们太过分，你们能有一个箱子给我一点指示吗？作为兄弟，作为兄弟。第二名，邓超，零球。哎，你真的要看重点，你看重点。刚刚咬你的是这个。还是可爱的吧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还是可爱的吧？乖哦，乖哦。还有，你看这个。Yeah！ 哎呀，这个不行的。我 OK 的，我好喜欢的。现在有请鹿晗进行游戏。从第一个开始呗。第一个。哦。哎呦。哎呦。啊。哦。就从这儿开始。哎呦。这怎么这么软？它不咬人。我就说他是主动型的，他是可爱的，他很热情，不咬，没有不咬，不咬，不肯定不会咬你，不咬，但会扎到可能，但会扎到可能啊，没有，不会扎伤的，哎，或者你拿一个面包进去先给他，然后吃肉，他应该什么都吃吧，他好像吃肉，真的是乖，有可能吃肉，他比较热情，扎的有点痒。把我吓一跳，换一个，这个还好，这个还好。我不会钻到皮肤里吧？应该夸张了。喂！怎么了？他动了，动了吗？你很幸运，他很少动的，刚刚都。加油！快了，投了，那球，那球，在右手边，在右手边。他和我和大黑牛的这个喊声啊，可以做成一个 rap。你们什么表情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热的。哇！喊起来，喊起来！不行了。闭上眼睛就把他抓起来了。哪儿啊？你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儿子，听我的，换一换。为什么呀？他兄弟都到处都是这里面，兄弟都到处都是这里面。怎么这么软呢？那就换一个呀。换一个呀。不换。那换一个。不换。摸到了，一把下去，就一把把它抓出来，对，抓到了。哎呦，就一把把它抓出来，对，抓到了。哎呦，抓到了。哎呦，一把把它抓出来，对，抓到了。哎呦，这个怎么软啊？有可能吃肉，有点痒。换一个呀！一把把它抓出来，对，抓到了。哎呦，抓到了。哎呦。你看他很气愤的过来啊，你看这个表情。